谢谢主席。本院委员何新存等十一人临时提案，针对中兴大排系属台中市大里区重要防洪排水渠道，跨越大里区多处人口密集区域，除了具有灌溉排水作用外，亦有调节气候及美化景观之功能。近年来，越区重视河岸的清水休闲机能，水岸空间与周边的社区发展及生态保护紧密结合，故建请内政部营建署尽速核定台中市台湾城乡风貌整体规划示范计划中之大里区中兴大排水岸景观改善工程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何新存等十一人提案作。